就是想快点过去，然后好好学习，考上好的大学。非常激动。很激动。还是蛮开心的。嗯、我想去试一下多么美。长大前那种美。有学音乐类的，但是比较广，就是专业可能是跟音乐相关的。当然都想考个好大学，最好的当然是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吗？早稻田庆义之类的吧。东医大。想学纯艺或者雕塑类，都挺满意的，都挺满意的。樱花这科办的都是挺，我们几乎没什么操心办什么事情，都挺好的。就相对来说口碑比较好，然后名气也比较响。我们也是想找一个比较专业的学校，因为我们也没有在那边没有任何的朋友和亲戚，所以也是希望有一个好的机构可以把我们孩子送出去，我们也比较放心。送出去将近1000个学生了，就是帮学生就确定学校以后，帮他们联系学校，然后帮指导他们做材料，然后帮他们安排宿舍、接机这些事情，帮就是保证他们顺利赴日。比如说，开证明的时候要注意日期，然后格式、内容以及落款这样一个问题。对，基本上这些问题，如果这些事情都按照我们要求来做的话，其实这个材料基本上就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是专门做这个的嘛，所以就相比学生来说我们要更专业一些，就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通过我们这边，我们会告诉他们一个最合适的办法，然后让他们去解决。另一方面的话，有一些学生可能履历稍微复杂一些，我们还会就是提醒他在材料方面各方面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在樱花办的话，那肯定有我们会去提醒他，并且有什么需要修改的我们也会提醒学生修改。但他自己办理的话，那就这些东西他就没有办法注意的，那有可能出错，对于签证来说，在留来说是不太有利的。提高班师效率就是多和材料老师沟通吧，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准备嘛，然后而且日本那边的材料稍微比较细致一点，然后而且主要的一点就是对那个时间是有要求的，它要求有效期是3个月，所以就提醒大家一定要在有效期内尽快准备。今年这批学生他们数量比较多，然后今天大概有将近100个人去日本，其实光是我们咨询部的老师是忙不过来的嘛，所以我们是过来日常帮忙的。希望同学们就新的出发，新的开始吧，大家都前程似锦。希望他们在日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切顺利。就希望他们去日本之后就不忘初心，然后鹏程万里吧。祝愿他们在日本一切顺利，然后就是将来回国有更好的发展，一帆风顺，前程似锦。就是现在日本的话呢，今天也取消了就是从中国地区过去学生的核酸检测各方面的这种要求，也是就是说放开了它的更宽的这个入国的一个限制，身体上呢就注意自己的健康不要出现什么感冒发热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心理上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放心，我们语言学校包括我们新世界的话呢，也会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确保大家能够顺利入境。